奇怪的雨伞。真难得你会主动打扫房间，搞不好今天会下雨哦。如果是你打扫就会下雪了。嗯，有糖果哎，糖果、那一定是我忘记吃放在那里的。既然是我找到的就是我的了。嗯，这样好了，如果说你可以看穿我的魔术，那个糖果就给你。你要变魔术哦？如果你不能看穿，那就是我的咯。嗯，好，你要仔细看着哦，糖果在我手上。现在我把它放到后面，你看现在还在手上哦，然后再放到后面，再拿到前面，然后再把糖果丢到院子里。奇怪，你看已经不见了，真奇怪，应该在这个附近啊。你站起来一下。好，你看没有哎。哎呀，还是下来了。啊，糖果不可能掉出去了。啊，哪里啊，糖果掉到哪里了？是下雨了，天气开始变坏了。哎，真是糟糕啊，怎么突然下起雨来了呢？啊，对了，现在差不多是爸爸下班的时间了，要赶快拿雨伞去接他才行。大熊，拜托你到车站去一趟啊。要快点才行，不知道爸爸到了没有。哎，是静香啊，你没伞吗？大熊，因为突然下起雨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回不了家。这样啊，那我的雨伞借你用好了，来拿去。可是你不是要去接你爸爸吗？没关系啦，我们两个撑一把伞就够了。哼，这样的话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你啊，大熊。小事一桩，再见。好了，不赶快不行，爸爸就快要到了。大熊，大熊，你把雨伞借给我。这把伞不可以借给你。为什么？难道说你只能借给静香，就不能借给我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。那就把你的雨伞借给我，拿过来。不行啊！没有雨伞的话，就不能够去接爸爸了。喂？啊，是老公啊。啊，还没到车站呢，可是他很早就出门啦。我看你就再稍微等一下好了。大熊怎么会还没有到车站呢？爸爸在那里等着他呢，他是不是又到处乱跑了？那我去看一看。路上小心哦。有没有带雨伞呢？雨伞啊？当然有带了。搜寻人雨伞，只要顺着箭头的方向前进，很快就可以找到大熊在什么地方了。往这一边，有了。你怎么了，哆啦 A 梦？我好不甘心啊，保护他，他抢走了你的雨伞呐，这哪里没办法。好慢呢，大熊在干嘛啊？爸爸，对不起哦，这么晚才来。你们来的这么慢，害我担心死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的雨伞呢？如果要雨伞的话，这里有很多。哎，怎么看起来很花俏的样子啊？这是专门用来庆祝的雨伞。好漂亮。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走路啊。那就拿别的好了。哦，看起来好像是小孩用的。哎，不过算了。只要能够回家就行了。这是音乐中雨伞。乘着这个伞在街上走会引人注目的。哎，你有没有没有装饰品的雨伞？有装饰的比较好玩呢。这个就没有装饰了。啊，好重啊！这是铅做的雨伞，是专门拿来训练腕力的。有没有轻一点的？有，有一种雨伞很好哦，蝙蝠雨伞。
很轻吧，还不用走路。帮我下来，帮我下来。爸爸好像不怎么高兴的样子，快点去救他吧。爸爸到底飞到哪里去了嘛？啊，在那里。我在这里啊，快点救我，救命啊，救命。蝙蝠雨伞呢？它到处乱飞，飞走了。要从高的地方下去，就要用这种雨伞哦。我刚才还以为啊，我很回不了家了。接下来你还想要用什么样的雨伞呢？现在啊，雨已经停了，所以不用撑伞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拿来的，所以你一定要用，不然我们所做的不都全白费了吗？好好好，我撑，只要撑着就行了。你一定要跟妈妈说，幸好我们有带雨伞来哦。啊！小哥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哆啦 A 梦，你拿什么给我？不要跑，给我站住！都给我站住！